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好，今天要录的影片就是 iPhone 11的开箱了。然后大师之前 iPhone 8的开箱已经过了快两年了。然后这支不是自己买的，跟朋友借，朋友非常好心的借我开箱，借我两天的时间。好，那这次借到的是 iPhone 11的，就是两镜头，然后广角跟超广角镜头。然后它的背面呢、啊，大家看，背面开就是它是没有贴膜的，可是你看起来好像有贴膜，但它其实没有，它就是我记得没记错的话是玻璃的、啊。OK， 好，然后其实朋友已经有把玩一阵子，所以这些就是有开过的痕迹。那里面一样就是说明书，然后耳机。然后 Lightning 的线，然后充电头，但是充电头是好像是5瓦的吧，我记得是5瓦的。那 iPhone 11是有支援18瓦的，那可是18瓦的充电头就要自行购买了。进到画面了，那画面一样先设定台湾。在哪里？彩博啊，哦，那个台湾。哦，开始欢迎使用 iPhone。OK， 好，进来了。好，因为其实这一代的更新幅度其实就是镜头啦，跟 CPU、GPU， 所以老实说，比较有特色就大概就只有拍照吧。好。这张是用夜拍模式广角镜头所拍出的照片，这张也是用夜拍模式所拍出来的照片。当下拍摄的天空其实是很暗的，其实是肉眼看不清楚的状态。不过 iPhone 拍出来的照片，你却可以很清楚看到天空上的云朵的形状哦。这一张是用超广角镜头拍出来的照片，它就没有夜拍模式，所以你看到的样这张照片、啊、跟肉眼看到的样子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打团战哦！中了吧？没中，打左下方那只，漂亮。好，这边就是这次 iPhone 11的详细规格表哈，然后我列了一个 iPhone XR 的规格，然后给大家一起参考一下。那其实。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还是价格啦。那价格大师这次跟朋友借的是 128GB， 是26900块。然后现在 iPhone XR 降价之后 128GB 是23500块。然后大师觉得说，如果你是从 iPhone XR 真的想换的人，那买 128GB 应该就够用了。那我觉得你是拿 iPhone 6或者 iPhone 7可以考虑换 iPhone 11啊。但我觉得你是 iPhone 8或者是 iPhone X 或 iPhone XR 的人，就不需要换了，除非你真的很喜欢那个夜拍的模式的照片，你真的很喜欢，那就换吧。OK， 这支影片应该不长了，然后最主要还是说，大家如果预算有限，那到底要买 iPhone 11 Pro 呢？三镜头呢？我个人是觉得，你真的很需要那个第三颗镜头再考虑买，要不然那个价差其实还是有点多啦。那这边只介绍 iPhone 11，那 iPhone 11我觉得，如果你是iPhone 6的人想换 iPhone 11 ，OK，iPhone 7换 iPhone 11也很 OK。那我觉得 iPhone 8我觉得不太需要换啊，除非你真的很要求那个夜拍的功能，很需要。那基本上我觉得，如果是 iPhone 8的人，那还是等明年吧。那如果说你是 iPhone 6或7，那我觉得是可以换的。那因为它其实
的售价其实并没有差太多啦。OK， 才128GB 才26900块，我觉得是 OK 可以接受的。那它背面的玻璃啊，是一体成型的。我忘记我刚才没讲到，我再补充一下，是一体成型的。也就是说，它上面这个有没有镜头这边，它是凸起来，它凸起来这一块，它跟背面这个玻璃其实一块一整块，在那个官方宣传影片其实有讲到它怎么做的过程，就是一个机台啊，它其实一体成型，其实是质感是有的，没有想象中的难看啊，这还不错。嗯，刚才不小心把重量讲错，重量应该是193-194克左右。然后前镜头没有讲到，前镜头的话是1200万的画素，然后 2.2 的光圈，然后一样有 4K 跟60帧的影片拍摄，其实还不错。前镜头 4K 还蛮厉害的。OK， 好了，那我觉得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差不多。那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底下面留言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那之后应该会再放一部游戏，三款游戏的录影的效果给大家看，对，大概是这样，跟一些影片让大家参考。好了，那这集就先这样了，拜拜。